经值夜，日俗称虎爷开口夜，落在2022年3月日行夜，农历2月初三。当天许多善信都会专程到庙里拜虎爷，打小羊祈求一年事事顺利。中国源远古时期即有对老虎的自然崇拜，后成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。古人认为虎受土地之神所管而辟山神、土地公、圣王爷等神修复的老虎具有神力，不但不会伤害人畜，且会保护人类，故人们多尊称为虎爷，虔诚奉祀。虎爷也是道教中一种以虎为形象的神祇，俗称虎爷公、虎爷将军、虎将军，尊称下坛将军、山君尊神。虎爷公品鸡蛋或者鸭蛋，鸭蛋有如鸭杀的意思。白至小人、红子贵人、黄面豆干、肥猪肉、三支香祭虎爷子。因为疫情期间，许多人都是报名了庙里帮忙拜。末到来的可以把自己的衣服放在庙里，让师傅个人加持。拿着供品为着虎爷，全程都由师傅操作。落事方便到庙里的，就可以自己操作，师傅会在一边教。